的屁股也是很大的。我这个人就是一直都很瘦，可是我屁股从小到大都很大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觉得比例看起来 OK 啊，就是是有肉。我知道现在其实男生都喜欢屁股有料一点的，对他好像真的好像没有。渐渐大家觉得，我跟你说是看有没有经验的，人家没有经验都会喜欢那种纸片人，可是有经验的人就会喜欢女生肉，要肉一点的，因为你知道太瘦弄到会痛。还有还有，你说他们在会对，就是会就是刚刚那个体位撞到骨头，所以后来很多男生朋友都跟我说，他其实还是喜欢要回馈感，对，要回馈感，就是会弹的那种比较好，才知道。